呢，能帮助有需要的病人。我们来关心记者杨凯欣的报道。这些前来捐血的公众有一个共同点，他们全都是新加坡的国客。号召这次捐血活动的是一个称为 Nerve Dam 的互联网广告公司，它在一年半前成立，这是公司第一次和全国血液中心合作，通过互联网号召国客捐血。因为我想让国客推广捐血的这个行动，我认为这个捐血是比较有意义的行动。响应号召的200多名国客当中，有许多还是第一次捐血。19岁的洪家豪就是其中一个。会疼。卓家豪的网上日志每天可以吸引超过2000人浏览，他认为捐血活动一举多得。因为我们一个人可以捐血来，可以救到三个人的生命，所以我觉得很有意义，而且很不错，可以让我们新加坡的顾客一起认识一下的这样。